以时，大吉祥天女伏伯佛言：世尊，北方毗湿罗摩那天王，成名有才，去城不远，有原名若妙华福光，中有圣殿，七宝所成。世尊，我常住彼，若复有人，欲投五谷日日增多，仓库盈日者，应当发起敬信之心，正至一室，渠摩徒地，应画我像，种种应落周集庄严，当洗浴身，着净衣服，涂以明香，入净室内，发心为我每日三时，称彼佛名及此经名，号而身礼敬。南无琉璃金山宝花，光照吉祥功德海如来，持诸香花及以种种甘美飲食，至心奉献，亦以香花及诸飲食供养我像，复持飲食，散集如方，施诸神等，实然邀请大吉祥天发所求愿，若如所言是不虚者，于我所请，勿令空耳。于是吉祥天女知是事已，便生悯念，令其宅中财谷增长，即当众奏请召于我，先称佛名及菩萨名字，一心敬礼，南无一切十方三世诸佛，南无宝髻佛，南无无垢光明宝藏佛，南无金藏光佛，南无白金光藏佛，南无金盖宝积佛，南无金花光藏佛，南无大灯光佛，南无大宝藏佛，南无东方不动佛，南无南方宝藏佛，南无西方无量寿佛，南无北方天古音王佛，南无妙藏菩萨，南无金光菩萨，南无金藏菩萨，南无常提菩萨，南无法相菩萨，南无善安菩萨，敬礼如是佛菩萨已，次当众咒，请召我大吉祥天女，由此咒力，所求之事皆得成就。即说咒曰：南无室利摩诃天女，达窒他，钵哩苦罗那揭例，三曼多，达那切尼，摩诃比诃罗揭谛，三曼朵比昙末尼，摩诃迦利也，钵那底塞刹钵尼，萨婆压，他梭旦尼，苏钵那底波尼，他耶那达摩，多摩诃比拘比帝，摩诃弥撮卢，乌波增气帝，摩诃揭哩使，苏增近里气帝，三曼多压他，阿奴波那尼，沙诃。世尊，若人众持如是神咒，请召我时，我闻请已，即至其所，令愿得遂。世尊，是灌顶法句，定成就句，真实之句，无虚广句，是平等行，于诸众生是正善根。若有受持读诵咒者，应七日七夜受八支戒，于晨朝时先着此木，正操修耳，及于煲后香花供养一切诸佛，自陈其罪，当为己身及诸含色，
回向法愿，令所希求速得成就，正至一室，或在空闲阿兰若处，渠摩为坛，烧煎檀香，而为供养，至一圣座，翻盖庄严，以诸名花布列坛内，应当自心诵持前咒，希望我至，我于已时，即贬护念观察士人，来入其室，就坐而坐，受其供养。从事以后，当令彼人于睡梦中得见于我，随所求事以实告知。若聚落空宅及增住处，随所求者，皆令圆满。金银财宝、牛羊谷物、饮食衣服，皆得随心受诸快乐，既得如是圣妙果报，当以上分供养三宝，及施于我，广修法会，设诸饮食，布列香花，既供养已，所有供养货之取值，复为供养。我当终身常住于此，拥护士人，令无缺乏，随所希求，悉皆称意，亦当时时给济贫乏，不应悭惜，独为己身，常读是经，供养不绝，当以此福普施一切，回向菩提，愿出生死，速得解脱。以时世尊赞言：善哉，吉祥天女，汝能如是流布此经，不可思议，自他推益，金光明最胜王经。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宗。